我在路边，英雄救美个昆明美女，本想送她回家，她非要我陪她喝一杯。这家烧烤有啥特色吗？特色啊，我不知道啊，这是我朋友推荐我来的，说什么这是男人的天堂，这我也没看出来哪儿不一样呢。服务员，点菜。你老师的那菜单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点呢，你磨叽。哎，你是不是不认字啊？来份生蚝。对不起，没有。那来五串腰子。这个，不是老妹儿，你这么点菜，意图是不是有点明显啊？大哥，你点，你点啊。我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男人的天堂了。来份酒的，来份酒的。行。哥。啊，你酒量咋样啊？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开滴滴这么多年啊，一半原因是为了戒酒。那主要原因呢？主要原因，哎呀，穷呗，除了他啥也不会，然后处个对象还跟别人跑了。你比我惨。别说，咱俩喝一杯。别说了，都在酒里了。哎，不对，停，不对呀。不，你失恋让我来陪你喝酒吗？这我惨什么呀？失恋？对呀，哥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个渣男。然后呢？我来沈阳就是为了找他，结果呢，他告诉我跟别人结婚了。混蛋！老妹儿，你等会儿我。哥，干啥去？你别管了。哎，你别去，哥，你别管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弟，这有凉的吗？常温的喝不了。你也喝凉的啊？能喝点，都要凉的。哥，嗯，喝呀，来，还喝呀，老妹儿，喝。嗯，正常不都是你喝多了我给你送回去吗？你这剧本不对呀。哥，不能喝，别喝了呢。什么嘛、不行，你给我送回去吧。